喂，五仔，找数啊，冰水数。哇，你见我睇到咁多一抽二冷，你就知我忙啦。咁忙嘅人边度得闲啊？喂，刘华都有啦，你够刘华忙？好啦，其实咧淋冰水呢啲嘢咧，对我呢啲人嚟讲咧，有乜咁大不了啫？你咪喳喳諗咯，但係咧，我聽邊個咧先係最重要啊嘛？呢個善事嘅創舉咧，本身就係諗住咧，跨國際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如果你玩嚟玩去都係同一條屋村嘅，玩嚟玩去，你玩嗰個都係同一間71度買冰嘅，咁你搞到人哋冇得 BBQ， 咁你又於心何忍咧 ？OK， 咁所以咧，我聽過三近咧，其實都係嚟自三個唔同嘅地方嘅。不過第一個咧就聽翻本地姜 GM， 係啦，點解要聽你？你記唔記得？你記唔記得你爭嗰啲乜嘢？嚇、啊？有啲手信啊，所以我要踢你。我知道你病好啦。第二個嚟自澳門嘅咪咪，點解？冇乜解，純粹想聊下佢咁解。第三個來自中國的什麼深圳大學的校花精靈，精靈，你還記得我嗎？你還記得我嗎？啊？現在我送東西給你啊！你認識我，你沒有錯啊！好啦，以上三位仁兄咧就記住找數啦，因為咧如果你哋唔找咧，佢哋就會炸爆你哋嗰個咩 inbox 啊、微信啊同埋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咁樣噶啦。佢三個淋水喎，係咪好睇先 ？OK， 你睇我有冇好睇啊？下一攞係嘛？好，再見，記住找數。